欢迎来到看房找岳飞，你的买房小阿飞。今天带大家看一间位于黎明路上的黄金透店。一楼宽敞明亮，进入店面的一瞬间，您会被这里的宽敞明亮所吸引。这个店面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和创意进行改造和设计，让你的梦想获得最完美的实现。来到后方区域可以看到非常宽敞，所以我们内部可使用空间是十分足够的。一楼厕所虽然没有开窗，但屋主维护得非常好，干净整洁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二楼。二楼空间极为宽敞，给您充分的发挥创意的空间。无论是建立您的专属工作室、展示空间，还是设置更多的办公区域，都能得心应手。后方小房间可以规划人员休息室，仓库或住管理阶层办公室由您决定。二楼厕所一样干净整洁。接下来是我们三楼的区域，三楼是我们自住的私人空间，若想住得更舒适，我们可以做点改造，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和喜好进行室内装修，打造一个舒适宜人的家。岳飞的个人观点分享。黎明路是一条充满活力的商业街，拥有非常好的商机和发展潜力。附近正有二、三单元的住宅区正在建造中，预计未来将吸引更多人潮。这个区域还享有优质的学区，包括大敦国小和大敦国中。家有孩子的您，可以给予他们最好的教育资源。生活机能方面，旁边300公尺就是全联，南屯市场骑车只要1分钟，黎明黄昏市场只要5分钟，这个地点便利无比。这个黄金透店可以让您享受事业和生活的完美平衡。那今天介绍就到这里咯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